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able to welcome you and send greetings to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aiji Science Online Forum. 尊敬的各位嘉宾、专家学者、太极拳非遗传承人，大家好。师范大学地处壮美的中国北疆，创建于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自治区重点大学。建校70年来，学校秉承献身、求实、团结、奋进的校训，已培养输送各类毕业生28万余人。学校有在校全日制本专科生29548人，硕士博士研究生4719人，各类成人教育学生567人，各类留学生593人，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有70年的办学历史，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成立最早的体育专业，是自治区各类体育专业人才和全国8省区蒙古族体育人才培养的摇篮，更是北方体育教育的重镇。2019年，体育教育专业荣获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建校70年，体育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在课程建设中凸显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大力普及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和蒙古族传统体育，先后成为国家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国家推广健身气功先进单位、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内蒙古培训基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为推进太极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22年，第二届国际太极科学论坛暨世界太极科学非遗传承人展演落地美丽的内蒙古草原，我们将带着70年办学的积淀，欢迎世界各地的太极文化和体育养生学者、专家、传承人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推动论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太极文化品牌，共同推动太极文化传遍5洲4海，造福世界人民。